我们农村里面武将当中，泥水跟木匠是很受人尊重的。到哪里第一杯茶都是我们泥水先喝的。我们土楼建筑材料的都取在于当地，主要是土石还有个木材。建土楼什么颜色的土，只要它含有一定的粘性，含有一点的沙子，我们就可以用。在挖基础的过程中，我们有的往往就挖到很多石头，我们就利用那个石头去基础，就地取材。建土楼的木头主要用杉木，俗话说的风吹万年山，水震千年松。我们所用的工具都是横土，每项工具都有它的独特用处。不同的地形就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土楼大小，不同的土楼形状，楼大则高，楼小则矮，平大则方，平长则扁，刚刻则圆。建土楼的时间一般正常的要有两三个月，根据画的图纸，圆的圆的放样，方的方的放样，放样以后就是挖基础。我们以前接基础都是用不同的石头来组切的，硬拼硬，这样一个个垒起来。切石头这门技术是最难学的，我们的长短要错开，要把中心受压。1.5米的石头，正常的切法要3层里切，左边一层，右边一层，中间一层我们还要切，把比较大的石头就放在中间里面，其他的就是用小的石头把它缝隙填满。正负棱上面还要用石头切起来，我们客家人叫石角，其实就是石基墙，它主要是保护土墙。基础切好了，我们就焊土墙。我们的土都是山坡土，焊下来土起码要发酵了7天左右吧。凭我们的长期焊土经验，就是把土抓在手上，捏之则紧，抛之则凶。拍板一拍下去我就知道了，焊接石头打下去的时候它跳得很高，焊不结实的土墙拍下去它会拿都拿不出来，不能死板。我们说的是日送墙，太阳会把那些墙推倒。按力学的分析来说，它们两边的墙体的沉降不均匀，我们就要掌握光照的时间。焊土墙的时候，日照时间短的面旁边加焊一遍，一层土是焊3遍的，我们叫山中四轴旋，中间是焊3遍，旁边是焊4遍，那我们叫它的旁边跟我加焊一遍的5遍呢，干了以后又有强度，跟石头一样打都打不下去。土墙也是跟我们基础一样的，放其他那些枝条啊、铆柱啊，土墙会裂缝，那主要放进去是受了作用。土墙焊好一层，我们就架一层的木料，最后我们就架屋面的木料。屋面架好了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就铺瓦，瓦铺上去的水啊，从瓦上往两边流出来了，我们叫出水。这土楼就建成了，最后一个人从屋顶上下来就是泥水匠，所以我们的性命都在上面。18岁那年，跟我父亲现在泥水匠都比较全面，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，笼统统统的，什么都做。我父亲也很严格啊，要学就要认真学，会害死人的。他说，在我手上。跟我父亲手上就没有发生过一个土楼意外的工程事故。我父亲手上带着徒弟100号人士，他从来没买的，做错了就是我自己来，心里没有回想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他的师德就是在这方面。务实是我们的格言，勤奋是我们的本质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